算，但是我没有打算长久的关系，就是说你笑你，你笑你，摸开我摸不了。然后结果整个八天都没有下去，就太油了。然后下出来腿软。我们世界现在都那么清楚了，还要斗吗？因为跟两个姐姐走，我生逼也逼不过她。你可以，你可以挖深一挖。我干嘛要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？谢谢，我是 OK 了。严艺文啊，严艺文，我要露什么了？我不提露背啊，不要啦，他害羞哎。背很好看哎。我瘦五六公斤，是啊，如果你就第一天真的是去，这就是比较玩乐的心情，然后第二天就是。对，我就好好把自己的讲稿处理好哈。什么东西？体重有变？没有，体重我尽量维持，我没有刻意减肥，但我被控制食物。就是我在拍婆婆的时候，就他们只给我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然后现在那个中间的那个点心。对呀，只给就想说，我讲一天不就是三餐吗？很正常啊。啊，不然哎。所以他们叫我不要，因为他们。希望我不要太胖上台，因为我拍婆婆的时候都会越来越胖，然后说你要克制，所以上次那个我们有请婆婆的工作人员服装师帮我量完，然后就是轻减不能再吃哦，你至少我量完这个尺寸你不能再大，对，可是我现在就是早中晚都吃很多，就我真的我的饭会吃多，你戒宵夜了吗？我戒了，对，我戒了。戒了，因为我就让自己很早睡。但我女儿知道我在戒宵夜，她就会故意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吃油炸米粉。”然后叫我去煮。妈妈，我吃完你帮我吃一点。二宝，说我不要吃。我说我难得下定决心，现在体重跟上次告诉你的应该没有变，应该我希望有瘦一点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以后背后有腰线吗？有。今天这滴血好紧。今天穿就是大脑呼吸。血压。你们为什么？小分子说一样都偏高的。我们不是高分贝、高什么？高效能、高效能，还有高什么？高颜值？谁说我出口了？高颜值。我是血压高、血糖高、血脂高。血压是多少？你好像医生，你好像医生，血压是多少？我现在在问诊呢。我说，哎，赶快串一串。快点看，你找我。有没有？现在想啊，我不确定我自己能不能接受。可以啊，但是我没有打算长久的关系，就是说，你就是一夜情就对了，顶多八夜情，对啊，去八天，八夜情就够了吧？没有啦。而且我们现在很难吧？日本中年男生都还蛮有味道。我有说他中年的吗？你年轻一点的不行吗？哎，你觉得小鲜肉会来跟我们吗？他现在喝多醉了。啊，你不能看到帅哥你就说我好喜欢你，你就说不，这不可能，已经涉及到骚扰人家了吧？会被告。你笑你，你笑你，摸太冷，摸太冷。一起去摩天轮，对，还要起来。咖啡厅游泳区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很愿意耶。坐飞机真的很恐怖。我们这边有捐过我们的男士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结果整个八天都没有下去，都太油了。然后下出来腿软。腿腿软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没说控制。我们是有气质的节目。